自盘古开天，世界只有自然光亮。伴随物种起源，火的发现让人类迈入火把照明时代。经过千年求索，1879年，爱迪生的白炽灯发明，让世界有了新的照明方式。1958年，美国记忆公司对可控硅的发明，让灯光终于迎来了艺术照明时代。1990年，日本制亚公司成功开发出白色 LED 光源，这将是人类继爱迪生发明白炽灯之后最伟大的发明之一。直到今天，智慧光影化，智能表达化，灯光已经进入视听高科技的崭新时代。
安静。